是周心怡，性格是 man 了点，也不想找男朋友，虽然也没有男生追啦，但我坚信只要有兄弟就够了，这就是我的兄弟吴承毅。等一下啦，给我玩电话一下先。你喜欢我不知道嘞，当你了。喂，不要这样喂。喂。为什么他每次看过来哦？是不是在讲我坏话呢？他到底难不难得到 number 哎？不用啦，要有事我自己约，不用你帮忙。喂，不要忘记谁帮了电话号码的嘞。没有叫你拿，是自己要拿喽。哼。喂，叫回你啊。I'm care。去，他马上不回你。哎呀，不用看了啦，又是 MKM 叫你哦，吃饭不要按电话。哎，是他喂，他讲 OK。是他喂。怎么感觉怪怪的？算了啦，师兄丢傻宝到底啊。俗话说，佛靠金砖，人靠衣装。男人呐，约会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打扮好看一点。来啊，给我看看有什么衣。哎，我还是要打扮咩？周星怡，你看我这样帅气的脸，都已经迷倒不少人了啦，还要打扮来做么？拜托，不是每个人都欣赏这样帅气的脸的好不好？你还是乖乖去试你的衣服，准备很多气质美女约会啦哈。虜になってしまえばきっとこの夏は充実するのもと噂の dreaming girl 忘れないで。でも気持ちは伝えるし。哎，你记得我教你的东西吗？我有点不记得，就有点小紧张嘞。哟，这样不能啊！你给我想想，想那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喂，你确定这样行得通了吗？放心啦哟，等下我讲什么你跟着我讲就对了。可是这个方法真的可以 work 了吗？哎呀，相信我啦。哎，不要讲了，不要讲，那女主角来了。嗨，等很久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我是赶到的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问他看吃饱了没有。白痴哦，现在就是要一起吃午餐啊。啊，你刚刚讲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讲吗？
嗯，你问看还要吃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一婷，你要吃什么？不是跟你借肉在这里吃汉堡吗？对对对，哦，实在才想起来了。哎，如果你不会的话，你可以不要装个脸灰嘛，你这样弄我很丢脸，知道吗？喂，吴成毅，什么叫不会装很会？我是在帮你耶，你觉得我会故意在你体面前弄你丢脸没？喂，就算你不是故意也好，你就弄我很丢脸，我从来没这样丢脸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才是我的错，把全部错归我头上来啊！哎，你没有错，总之你不要插手我的事情，我以后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做。哎，你来了、啊。走啊，我们去吃晚餐。对，心怡，我们一起吃晚餐，你要一起去吗？走。他约我一起吃晚餐，应该是没有什么人气了吧。哎，有女朋友就不一样了咯。哎，周星，放放呆，过来坐啊！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依婷最近很聊得来嘞，我们很多共同话题嘞，而且哦，她的爱好跟我一样哎，然后啊，来来来，祝你一切顺利了，我先去睡觉。喂，还没讲完嘞。哇，穿这样美，去哪里哦？去约会啊？去哪里不管的事了，拜拜。他到底跟谁出去？就知道穿到这样是要跟男生见面的啦。这男生是谁来的哦？你没看过衣服穿着这样没有品味了，看他们关系很亲密这样嘞，会不会被男生骗哦？这边有中餐、韩餐、日餐、西餐，看你要什么。日餐。OK。等下我上厕所去。小心啊。啊。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样子都没有我帅，还要追心仪。今天做什么？我今天读书了，不用你管，这是秘密 ，OK？ 我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哦？还是你有新朋友过就不需要我，所以我是被你抛弃了、啊、？Excuse me， 你讲我有新朋友之后抛弃你，可以想想嘛，谁才是那个有新的女生朋友之后抛弃我的人？莫名其妙。他对依婷那么温柔。却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。这么发这样大的火，是不是来大姨妈？作为一个那么爱打卡的人，哪里可能不知道金马伦高原的拉维纳嘎顿呢？对的，没有错。哎，周星，你看鬼戏吗？这个你很想看的呢。这个人看戏也能看到思绪。
睡觉的时候也是蛮可爱一下的。嚯，要十二点了，要迟到。哎，刚才那个男人是你好闺蜜哦。嗯。那个女的是女朋友啊？不懂啊，应该在一起段时间了啦，反正我不知道我不要管他的事情。哎，那个女人蛮美一下的。是咩？觉得还好。是啊，看起来人很甜啊，美一下。是拿 ice cream 了。哎，你挺不是跟陈毅在一起了吗？这男的是谁？为什么那样暧昧？我跟陈毅讲。我以后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自己做。来。Thank you。快点吃。哎呀，这边很香哦。要融哦。嗯。拍照，你要准备见面。不要，你带。我没带。陈毅。啊？你刚讲吗？哦，我刚刚讲那边的东西蛮好吃。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？好像是从你看到心仪跟另外一个男生过后，就你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啊？有没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你是不是喜欢他哦？喜欢他？他应该有男朋友了吧？我真心觉得你是喜欢上他了啦。而且上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晚餐的时候，我感觉他好像有点不爽的样子，他好像也喜欢上你了啦。没有啦，不可能啦，我们的做不了这样久啊，他那可能会喜欢我。喂，渣男，你是做生意库？你叫谁渣男？还有谁弄水库？我讲你啊，渣男！我听到心仪躲到房间里面哭，你是做什么让他伤心难过的事情？我记得啊，你就是心仪每次讲的好朋友，难怪看你这样眼熟啊！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误会？是你有什么误会？我并没有做什么让心仪伤心难过的事情，而且更加不是你口中说的渣男。这样为什么心仪要躲到房间里面哭？我怎样知道他为什么哭？正要问你啊，干嘛问我？我不是他男朋友。啊？你不是他男朋友？这样这么你们的关系这样亲密啊？我跟心仪从小就认识，是青梅竹马，只是之后我出国读书啊，最近才回来报，我们两个关系很亲密，很正常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反而是你整天都让心仪不开心，你知道他有多喜欢你吗？连我们两个隔了这样久还见面，也一再讲你的事情，听到我都腻了。今天下午他在 Instagram 看到你的女朋友跟别的男人合照报，就想立刻告诉你，只是想到你叫他不要插手，怕你不爽，怕你生气，你知道他有多纠结吗？什么女朋友哦？我都没有女朋友，一婷又不是我女朋友啊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罢了。什么？你讲心仪他喜欢我？对，他喜欢你，很喜欢你，超级喜欢你，你感觉不到吗？心仪为了你做这样多东西，这样明显，然后如果不心甘情愿的话，干嘛为你付出这样多？其实我也是看得出你有点喜欢他的啦，不然你不会因为我们关系这样亲密，然后他在房间哭的事情就跑来这里跟我对峙。我真的不信你连1%喜欢的几率都没有。没错，你说的对，我会嫉妒，我会在乎，最重要的是我喜欢他。
就算只有1%喜欢的几率，我还是喜欢他。兄弟，心里的个性是 man 一点，可是她也是个好女孩，好好爱护她，好好珍惜她，必要的时候让她保护你。是时候去找她好好说清楚了。周星，快进来！什么？去你房间做什么？快进来，房间有蟑螂。蟑螂吗？我妈不是。我的世界变得奇妙。周星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什么？不好相近，我不想做东西。我是认真的，之前一直把你当做 brother， 可是我才发现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所以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嗯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那人好笑啊！昨天因为你酷的东西，跑来跟我吵架、欸。哎、欸、，bro， 这样丢脸的事情就不要再讲了啦。哪里有酷？有啦，那天你明躲在房间里面哭。那是我看场剧看到哭了，哟，是啥？心怡，走，我们下边。是学我的淘气，喜欢你耍酷的，叫我不要盯着你。萨莉亚，萨莉亚，萨莉亚。想溜溜达达，还是不想回家。